位于咸阳泾阳县的崇文塔，被誉为是中国第一高的八面玲珑砖塔，在当地已经矗立了400多年。在这座古塔上发生的一件诡异事件，在当地掀起了轩然大波，而该事件也被列入中国最神秘的24个未解谜团之一，并且排在了第5位。那么在崇文塔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呢？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X 档案，我是秦哥。如果大家经常关注新闻，应该对这样的事件还有印象。杭州的白金海岸小区，2岁的女童妞妞从10层高楼坠落，关键时刻邻居吴菊萍伸出双臂接住了孩子，挽救了妞妞的生命。这个发自本能的动作令他当场昏迷，左手臂多处骨折。这惊险的一幕感动了亿万人，网友们亲切地赞誉吴菊萍为最美妈妈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好几起类似的陌生路人徒手接住坠楼女孩的感人新闻，在我们身边不时地上演着。而我们今天要说的事情发生在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的崇文塔，一个小女孩一不小心从塔上掉了下来，也被一双手接住了。然而这双手却并不是人的手，而是来自于崇文塔内的佛像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此事又究竟是真还是假呢？我们在网上找到了这一篇名为《神奇佛像伸手接住从12层塔坠落的小女孩》的文章。帖子中说，当时正逢崇文塔塔会，有个顽皮的8岁小女孩从崇文塔上12层的防护栏里钻出来，一不小心从塔上跌落下来。就在小孩跌落的同时，崇文塔第2层西南方向的一个佛像伸手接住了小女孩。当时下面的人都吓坏了，只看见小孩一个劲儿地在这个佛像怀里哭闹。家里人把小孩接下来后，却发现小孩安然无恙，连一点皮肤都没碰破。帖子一发出，许多网友纷纷跟帖转发，佛祖显灵的奇闻在网上可以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。而在此之前，崇文塔石佛像伸手接住8岁女孩的事情早已在当地传开，而且说的是神乎其神。这个娃从这上面，娃从床上上面爬下来了，脚下来了，然后在教育过程中，佛祖这样伸手去把这个娃给接住啊，这是个真实的事情。